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看台视夜市新闻，我是谢安。新闻开始带您关心今夜的最新消息。台北市万华区今天晚间传出停电的状况，根据台电的说法，是在今天晚间8:56，今年变电所因为设备潮湿造成绝缘不良，导致分歧线路保护熔丝熔断，造成万华区新园二路二段以及环河南路三段、新义街、宝兴街等一带一共1136户停电。事发之后，台电派员紧急抢修，一直到晚间的10:18才全数复电，这是今夜最新消息。